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这台可爱的经典的老爷车。哦，哎，这个老爷车好复古啊！威皮赫斯勒 ，Oh my god！ 你看它的这个引擎好酷哦，超复古的。What miracle did you want me to perform？升级升级升级，保险杆！天哪，这保险杆好旧，不要保险杆又很丑，保留原厂好不好？原厂的哦，保险杆！天哪，我不改保险杆了，看一下引擎，引擎全满了，排气管呢？哇塞，在旁边呢，低上双门侧出，这个好了，好吧？欸，其实这个也，下面这个也蛮好看的。真搞怪！哦，移除变这样了，我整个移除啊，完全不要造纸就对了啦。引擎盖，我靠，真的是要移除它就对了啦。好好好好。移除吧，全部移除。这个保险杆，保险杆，车灯涂装，哇哦，这好像安全帽，极速威皮，疯狂时刻。好复古的感觉，哇，这是下雪吧？所以这台是圣诞节会出吗？这个好了，疯狂时刻搭配前面没有那个罩子，分析看一下。哦，是这个主色调在这边，副色调应该就是下面那一块，换黑色。哎，黑色，黄色也其实还 OK 啦，这个配色还 OK 啊。车顶、遮阳板、侧裙。被挡住了，挡住了，看不到，不改这个炫调系统。烧胎没了 ，Go！ 哈哈哈哈 ！Oh my god！这太有喜感了，！Lucky miss！ 我打滑打滑，这台车还蛮炫的，我应该不会买它啦，就改一下，改好看而已。不好刹车，看一下第一人称。哇，那个烟声好大！哇，里面都是木纹的哦，皮革。
看一下后座，哎呦，哎呦喂呀，换视角真的不好看啊，哎，好险我的车没有撞坏。哦哦，打花打花，不好甩尾哦。好 ，OK，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请帮我点个大大的喜欢，好不好？然后帮我多多分享哦，下次再见。